就是在做命令 node 那个地方，就是如果这边开的话，就是都已经打好了，然后只要这边保存，然后只要问说，就是你的文字稿这边直接下的话，像找一下。这个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，就是如果这样直接问的话，就就不用是你可以创 GPT 颜值啊，哦，是，然后创完之后，以后大家都用你就好了。你那个是对这个账号做设定啊，你这个设定完所有的，接下来这个账号开出的所有新的那个对话，全部都会以这个 prompt 对啊，如果你不要用的话，就直接就关掉，就先。制定 GPT 的组成好，啊，你自己创一下，让大家用吧。好，我再自己用一下，然后，现在很多人在用这个赚钱。这是上礼拜。你刚刚给我是有总结我们你的那个了吗？会议记录吗？老师说每周吗？还是，刚刚确认 GPT。我是这样问，就是，然后对啊，可以，就是对，然后所以三现到五在反点正的，都要等那个设备来。对，我应该那很快了，如果买赶紧买，好，OK 好，然后。买好一点的啊，反正我们可以用很久啊。大家不想自己打，没听到那就用 AI 来做啊。然后这是老师说要把轴向放大一点，然后去跑的是这个，然后这是 minimize，然后 NPT 的结果。因为我们不是说要单一的管就好吗？单一的。稳不稳定？啊，不要跨周期嘞！我们上次不是说不要跨周期吗？有没有印象？据我有印象吧，很多。对啊，没有做命令弄，大家都忘记。好，你这个还是等于你刚刚摆四格一样，因为有跨周期嘛。我们现在的目的是要看你单一个管 learning 出来结果到底稳不稳定。它稳定的话，再去看摆是不是你一开始摆得太近了，让它误认为就要事先形成见解啊。那你放一下，这会变形吗？应该会，就是会稍微。那比我这是什么原因？是 learning。第一个原因没有做 meeting note，上次讨论都没有用。那是不是第二个是你这个 box 的大小怎么决定的？一开始 initial 的 box。他就创好，就是一开始在那个怎么决定？啊，你怎么知道那个 box 正好是让这个材料经过周期是待在最舒服的状态，不是互相推挤压？先 box relax 吗？这个有都有你看一 relax。下 output 的话，
师是要看这这。刚刚那个是是 VCMD 哦。这是 VCMD 的。不是，你刚刚那个爆掉了、欸。你刚不是放一个动画挤压扁了吗？对 对, 對。那个是 VCMD 吗？不是，那个是跑 DLP test 的之后的结果。就是他是跑 NPT 的，是 Lens 吗？对对对。对啊，那你要开 Lens 的 output 给我们看。Lens 哦，好。压力超级大的，你一开始的八十是怎么决定的、啊？八十。然后自己走的方向的话是过度的被压缩了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你一开始的八十是怎么决定的？八十我都就是，他那个 initial 的八十我都没有去动动了。那你 initial 的 box 是从哪里拿来的？就是一开始创结构 ，box 是多大就都没有动。你给我不是用 relax 吗 ？BCND。对。啊 ，relax 之后再去 run MD， 那不是应该要用 run MD 的那个 box 来做吗？对对对。那你现在这个只有 MD 是 relax 最后一笔来做 lens 的吗 ？relax 完之后，不是最后一笔去算 MD 吗？然后 MD 才放进去 initial 里面。就是我说你现在这个 lens 的一开始的 data 档是从哪里拿来的？就是从这里，就是那个。我不是问你档哪一个路径啊，我是问你说，你这个 data 档是经过 relax 完的那最后一笔的结构啊？对对对，对对。是不是？对。确定这件事？嗯。确定。拿进去圈里的，没想到竟然还这么不稳定哦。你开一下，你在那个你的 lens 的 initial 的结构读进去的，和你在做圈里的时候同样一笔结构的 data 档比对一下。lens， 这。英文有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可是他一开始不是哎、欸，英文，你刚刚在 run lens 那个被压扁。它是从这边是 random 选的，是用我的脚本 DLP test 的，对对对 ，random 选的，对，是用这个选的，对对对，它是就在，啊，你选的是在 initial 里面 random 选的吗？对，就是 initial 这资料夹去抓。那你圈里的结果如何？
确定你的结果，老师要看吧。去，就是单独去跑啊，那是 test 的数不就直接会，对，会帮你开一个资料夹 run 了吗？对对对。那是开这边都是，这边就是全，哎，这边都正常。你刚开的压扁的是这里的吗？对，是这个。对，是这个，这个就是压扁，在听。啊，你这笔 data 在 PCMD 的时候，你开一下，它的压力一开始就是很低了嘛，在圈里的 data 里面。上次我们不是说你用一个很大的管，很大的 box 放一个管进去就好了。哦，对，老师有讲。哎，还有没有做？你刚刚那个 box 多大？有大于你的 cutoff 的两倍吗？有，上次去看有大两倍。哎，看一下，当你会压扁。设定六，都没有动，原本。它是 mini 买的就压扁了。应该是哎，对。是在这边182这对。
是这个。不同的，好像有我都有做，我都有重新做，然后重新算。这是对贴的，看对历史的。那你把最后一个开回去，然后再回去看你刚挑的那乱数挑到那一笔预测出来的行为跟 VCND 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表示圈里没有圈里好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 viral 就要圈里一下吧。重跑。
这礼拜的 paper， 就是就是这礼拜 paper 是。对，但是还忘记问一个问题，刚刚俊伟说的，俊伟你是用不同结构吗？可是他不是参数是另是自己挑的吗？对，他是从里面，是我那时候考的是单独。你是怎么执行？你就直接在那边执行 test。我是 B test 数是，对，我直接在那边创一个原本的。看一下，看一下你的脚本。没有，那时候是测，在测，测那个。就是单独的，就是。所以你这个好像没有跑完。B 态数是在哪里执行的？哪一个资料夹？在 training 的脚本那个资料夹执行的吗？对。对。那所以他会去抓你之外的 initial 吗？没有错吗？对，对对。那结果挑到的依然是一个压力超级大的。你要故意，你是故意弄了一个 initial， 然后直到他抓那一笔是吗？对，我有做两次，就是一开始的。所以你是为了要测这个，所以才另外把它抓出来，然后变成 initial。对对对。那个是在干嘛的 ？DLP test 在干嘛的？在 test 你 training 那些 data 到底 training 完的模型是不是稳定的？那你怎么可能用它拉出来又 training 一个不相干的结构？对。啊，这边乱数帮你 pick， 当然就是。去 pick 你在 training 的 initial 里面的那些结构 ，random 帮你 pick 出来啊。所以你用一个假的资料夹，为了去拿这个来 testing 哦。我想要测测看那个，就是那笔资料好像也没有放进去 training。那笔资料我在 initial 里面吗？这个有在。那时候我想说，就只要测那个碳管的，然后其他的那个 material budget 上面的都不要抓。那我就想说把，那你要测碳管，好歹要把碳管的那个 SL 放进去，你没有放他学测去测试的时候乱测。就就把它改成，就不要再额外拉一个资料夹出来，然后从里面，如果只要测碳管的话，就是从里面把它，可是这样。那如果你要测碳管的话，那你就把脚本稍微改写一下，改路径，抓一个关键字是你想要测的也可以吧？哦，比如说第十八行。这个，好。第十八行。对。你那边写打一个 SWT， 不是，你要
有什么，然后你再打星号。哦，好，试看看。都在 run 好。